Hello， 我叫 Ines， 呢部就系 Canon 最新出嘅 EXIS 140，佢内置有1600000像素，同埋呢度咧有 WiFi 嘅功能，价钱都系1980蚊啫。细细地都净系重133g，加上佢有高清嘅拍片，而佢微距咧都系可以去到 1cm 咁近嘅。讲到部机又平又抵玩，一齐睇下机身系点先啦。机身细细，带去旅行就最啱啦。机顶上面得开关掣、快门同变焦转盘，机背有个3寸 mon， 但就冇触控功能，所以都有翻几粒实体掣俾你揿。好似拍片掣同 WiFi shortcut 咁样，都系比较实用嘅。睇下实际表现如何啦。推进 ISO 去到1600影人像，表现都算唔错，人像都算清晰。玩 1cm 微距影花，连花蕊都睇得清楚。再睇埋高清拍片表现，其实集数控制力就认真一般啦，而且唔识自动对焦，感觉好似用手机拍咁，比较令人失望咯。